我们今天要来讲来看的是你很喜欢的操作书，是精装的操作书，是 Ultimate Book 的系列，The Ultimate Book of Vehicles, Ultimate Construction Site Book, 然后 Ultimate Book of Space 之后呢，这三本都非常的热卖的这书之后，现在又出了一本 The Ultimate Book of Cities, 这系列的第四本。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第四本好不好？这个吗？这个是太空的，我们上次有讲过。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个这个城市的，好不好？都市的。好。The Ultimate Book of Cities。这是在介绍他用各式各样的小机关、操作机关来介绍城市的发展。那我们来看看 Traffic。第一页呢是。第一个大翻页呢是在讲就是关于交通的，他说 The city is big and lively place. Many people live here. Others come from far away to work, shop and meet friends. They travel by bus, tram and even underground in the subway. In the city, people can get around on foot, by bike and also in strollers. 哦，你在看什么？ Traffic light 是不是？好啊，那你来翻翻看你喜欢看的什么东西，这里面是什么呢？哦，这是谁啊？好多老师。这不是老师，这些是警察哦。The police watched the video taken by the video surveillance camera. 这些是这个看起来像一个老师。这些是警察在看路况的监视器。哦，这个是一个路。对，路况。然后你看这边有什么呢？它这个打开的时候，来。这个打开，这些车子就会跟着这样子跑。哦，对，这些车子路上车子就会跑。然后这底下你可以看，打开，你把它打开，打开可以看到地下的状况哦。这地下这边有加油站的储油槽 ，gasoline storage tank。对对，我知道。然后这边有风扇。这个不能开，打开。对，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电车哦，你看。大家，你从这个地下面走下来就是 subway station， 是地下铁站。你可以这边买票 ，ticket booth 买票之后进来就是 platform， 在这个月台上面等，然后就等到这个电车来了。然后呢，这边可以看到什么？哇，有各式各样的 traffic sign， 它解释说那个交通号志有哪一些。然后上面有一个 rescue helicopter， 你最喜欢的？它是 Miss Rabbit helicopter。对，是 Miss Rabbit helicopter， 就是那个 Peppa Pig 里面那个 Miss Rabbit， 她也有驾驶这个。她很喜欢救援直升机。哎，救援直升机。对，然后这边有路上跑的有那种加充电的车，然后这边就有充电的站，充电站，然后这边有加油站。那我们来看看下一页有什么好哈？可是，这一个，高铁还没来呢。对，高铁还没有来哦。那我们来再看一下，好不好？来的哦。路上还有 taxi 和 ambulance。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哇，这是 downtown。downtown， where are all these people going？ They're going to work in the offices， and where do they park their cars？ 是什么？ In the multi-level parking garage。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进去是一个停车场，什么东西？就是写 no entry， 这边不能进入。好，你出来，呼，从这边出来，呼，看这车子可以从那边走下来。然后洗窗的工人，就是高楼的洗窗工人，我们帮他洗窗，好吧？你把他推上去。可是他不想洗窗，他不想洗窗啊。对，呼，可以这样子拉上来，拉下去，洗窗。然后这个楼打开。可以看到里面有人在干嘛？怎么这么多老师？不是老师，他们是厨师啊！怎么每个人都是老师？那厨师啊，他们这边有很多 hundreds of meals are prepared here。这个也不是，这个是接待 reception desk， 就是那个柜台小姐。他是老师。这个也不是老师，这个是在那个自助餐厅、员工餐厅里面吃饭的人，然后他们就是老。这个是老师。好，然后这边是 window washer， 是大楼的洗窗工人。你看这边洗窗。老师，为什么不是老师？因为这不是老师啊。可是我小时候每一次都是老师这样。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啊，糟糕，怎么了 ？The window is broken. It needs to be replaced. 这个大楼的窗户坏掉了。他们就他这一页呢，就是告诉你说他如何那个那个装玻璃窗的这个车子是什么用？对，他就问你说，他这边就有解释哦。这本书有趣，就是他常常有告诉你说，对于比较大的孩子，他可以看说 ，How windows are made？ 对对，玻璃是什么做的？就是用沙，还有就是钙，还有 sodium carbonate。然后再把它弄热，对，然后就把它再把它弄冰，然后就变那个玻璃的。对，你怎么知道？谁告诉你的？妈妈是妈妈。那这个我上次跟你说的是不是？这个坏掉，然后呢，他用来把它弄坏，他就直接这样子修好。对，他就把它修好，修好，他就把它修好了。哦，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大楼里面有什么呢？在大楼里面哦，有人在干嘛？这是员工的休息室。是老师吗？不是老师。我们不要再讲老师了，因为不是老师。还是一直还以为是老师。这里是会议室 ，conference room。那这些是在上班的人。谁？会议室。谁？然后这个是什么？立体停车场哦。不能从这里进来。对。只可以出来，出来，对，那从哪里进去？进去，对，没错。转，然后就停在这。对，没错。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页有什么。这么多停车场，这么多停车场，因为是那个都市里有很多车子需要停啊。然后这个是在讲。那 underground utilities 就在下水道还有地下道的各式各样的需要那个设施。从这里出来。对，对，他告诉你把它打开，你把它全部打开。然后呢，这是水，然后是水呢，吧唧吧唧出来，吧唧出来。然后呢，就到这里开立面了。对，没错，我很喜欢这一页，就是因为它告诉小朋友说你在这里，平常我们用的水、用的电都是从哪里来的。比如说，它这边呢，它告诉你，它说 the water cycle 这个水的循环是从 ice and snow 山上，比如说下雪了，还有冰有雪。它融化了之后呢，就到河流里面，然后再来这个处理厂呢，这个净水厂就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它就在这个水塔收集到，把它过滤之后，把它弄干净之后，然后再跑到这个水塔里面，然后就再进去这，对，它就从这个水管进去之后呢，把它烧热，对不对？烧热之后呢，热的是红色的，对不对？就是从红色这个水管，然后冷的就从蓝色这个水管。有些人就洗澡，然后有人洗碗，还有冲马桶。可能是他的大便。对，然后大便到哪里去？大便一冲下去，然后，对，到哪里？脏脏的。对，脏了脏的大便到这边呢，它就会到这个。好脏。就会到这个。那个水肥的草里面，草，然后呢，它就会在这边就会被也会被净化处理之后，它再变成干净的水，然后再 back into the river， 再跑到河流里面去。然后这里也是啊，这里呢有很多在讲说在外面的工程。哦，这是餐车。这个不是餐车，很像那个飞机的餐车，对不对？它是一个 elevated work platform， 是一个会升高降的那个升降台，它是用来装这个装饰这个圣诞树用的。哦，我知道的，这样子弄的东西。对，然后它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翻页，然后告诉你说这里面每一个人在做什么。然后这边呢，我们左边刚刚看到是水，对不对？那右边看到是电是怎么来的？电。对。它这边，然后它还有下面这一边呢，是告诉你说那个垃圾呢是如何资源回收的，比如说玻璃类会怎么样，打碎了之后会变成重新融化，弄干净就到这里。来，你看这边，然后还有
废纸呢，我们平常用的纸，像你看的书，它把它拿去丢掉的话，它就变成打碎，变成纸浆，再重新变成再生纸，然后再做成各式各样的像各式各样再生纸的用品，像纸袋之类的。然后还有金属也是一样，是怎么样融化之后，然后再做成这个再生的金属。那电呢，也是从这个发电厂，从风力啊、太阳能啊，然后再一起进入你的家庭。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好不好？把关起来，关起来，把电关起来。对，那边太臭了。然后我们再看那个 cities 里面还有什么呢？就是有绿地啊，就是有公园，对不对？然后有很大的很大的公园，在大的城市里面也会有一些大的公园。那大的公园，对，它这边有一个。有一个，这是什么？转盘，它会告诉你春夏秋冬会有什么样。这是刚才那是 spring，这是 summer。哦，有叶子的。对，然后是 fall， 秋天是 有黄色的叶子，然后到冬天是什么？下雪了。冬就没有那个叶叶。对，然后这边有除草机，除草机这样拉出来，它会告诉你说这个园丁呢，它只要用除草机，它可以除的比较快。嗯，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温室 ，greenhouse， 温室里面哇，种了很多很多的异国风情的植物。妈妈这个草那刮草的那个抽抽机器人，骑得很快哦。好，那你要轻轻的拉哦，不然它这个用拉太用力会像你的那个垃圾车一样坏掉，对不对？嗯，你不是之前有一个另外一本的垃圾车就被你拉坏掉了吗？要轻轻的很温柔的对它，好不好？然后呢，这里有动物园，还有菜园呢。这边有 vegetable garden， 然后这边有动物园，各式各样动物。你看 turtles、kangaroo、lemurs， 还有giraffe， 还有好多好多，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翻页可以打开。哇，这个去变这样子，然后快要变下雪天了哦。这个不是下雪，这是春天，所以好多花哦，对不对？好多花了哦。然后这里还有小朋友的下雪天的游乐，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好吗？你看这边还有这个养蜂的，它告诉你蜂蜜是怎么做成的。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好不好？在下一页呢，它是百货公司 department store， you can find everything in the department store， things to eat， drink， wear， read and play with，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所有你想要的东西哦，去吃的、喝的、穿的、读书的，然后玩的，什么都有。你这样子挡住啦，什么都看不到了。来，好，那你打开你想要玩进去的店，好不好？你想要进哪一个店？这是玩具店，好，你打开。玩具店。玩具店打开。哇，玩具店呢？这本有趣的是，它常常会告诉你很多你日常生活中用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像玩具不是很多都是塑胶做的吗？它就告诉你说塑胶制品到底是怎么做成的。塑胶是那个像那个 supermarket 的那个塑胶，像我们的那个塑胶一样。塑胶，比如说你这个玩具就是塑胶做成的啊，对不对？那他就告诉你说，我这个玩具不是塑胶，最安全的塑胶啊，那塑胶做成的。那他就会告诉你说，塑胶的是怎么样慢慢做成，是怎么样用塑模型啊，好啊烧热然后做成的。妈妈，那么我好想玩这个这些。对呀，我也想玩。想玩这些。好，那你再看看，这样比如说这里呢有一个 mini market， 上面的哦，又有电梯，好，往上，好，透明电梯，百货公司都有一些透明电梯，对不对？好，到喽，那你要到这个玩具店喽。好，那请上去。那你想不想要去这个呢？这里有卖 chocolate candy sugar， 卖很多糖果呢。这个店哦，叫书店哦。好，书店里有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它这里告诉你说纸是怎么做成的，还有印刷。
不是，他就告诉你说，就是书本是怎么做成的，是如何印刷出来，用不同的颜色，四个基本颜色去印出。我知道了。然后呢，还有这是什么呢？这是文具店，所以他告诉你说纸是怎么做成的。好，那这里是衣服，他告诉你说衣服是怎么做成的，羊毛衣是怎么做成的，还有 T 恤怎么做成的。妈妈，这个电梯要走掉了。好。好，然后这个是什么呢？这些小朋友还想我还想去玩玩具，然后他爸爸妈妈就说不行。然后爸妈说不行啊，我想。他就这样子鬼叫鬼叫，对不对？不行，我想。你也会这样吗？不会。你真的不会吗？那你弟会不这样？会。你弟弟还不会吧？他不会讲话。好，不要，我不想去书店。不想去书店。书店没有什么玩具。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等一下再玩这电梯好不好？好，再看下一页。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电梯。好，你最喜欢电梯，对不对？那这个是 emergency services， 是紧急的一些救援的。那你喜不喜欢？你也喜欢这个，对不对？喜欢。对，你喜欢这个 rescue helicopter， 对，有人受伤了，他们赶快用救援直升机来把他救到那个 hospital， 是什么医院里面去？那你看一下医院里面有什么？这个不是这样子打开。这样打开呢？对，为什么？从上面下来打开。对，为什么是这样？应该是好像从旁边开门才对，对不对？对，旁边开门。那我们来看看医院里面有什么，好不好？哦，医院有人在开刀，这是 operating room， 开刀房。然后呢，这里是等候诊室 waiting room。然后我们再看看这里面是什么，你把门打开。那个在那个。妈妈在医院要，打针在肚子上，用剪刀剪一下，所以很痛，有一点很痛，对不对？有一点痛哦，对。可是他会用麻醉的，所以他就没有感觉。他放了一个止痛药，没有感觉。然后这边是等候诊室，然后这边是什么？你每一个都帮忙打开。这边是就是检查室，他检查你身体摸西摸西这样子，他帮你看你有没有肚子里面有没有。生病，然后这是产房，生小孩的，生小 baby 的，对，妈妈就是在这种。哇，你看那个救护车的门也可以打开哦。我的妈妈，你看那个救护车吗？你打开哦，有人生病。我的妈妈也是在这里吗？对呀、啊，妈妈也是在医院里面生小孩、哦。我的妈妈也是在这里生小孩。对，没错。我的妈妈，对，没错。还有这里哦，这个是什么？这是消防队耶。消防队，你不是也很喜欢吗？消防队，他这边呢，就是你打电话到那边去，他就会告诉你 fire station， 对不对？然后呢 ？fire， 对 ，fire， 没错 ，fire station， 对。然后这边呢，是他们就是要从，对，他从这边这样，呼，很快的，分秒必争，他下来，这根打不开啊。然后这个是什么 ？go。这个呢，这个是警察局，哇，警察局这课我还没开过。这是 the police watch videos from the surveillance camera， 这边你看，他们就是在那边看各式各样监视器。然后呢，这边警察局里面有各式各样的。Fire station！ 哇 ！Fire！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下一页有什么 ？Fire！ 快点。然后最后呢，这边是 buildings in the neighborhood， 这是在那个这个我们好久没看过。对，市区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比如说，这是电影院，电影院啊正在演什么 ？Stars。对，不是这个电影院叫做 Stars， 然后里面在演什么我也不晓得。然后呢？演这些东西。对。然后这个是 library， 你看它每一个那个房子那个大楼的都可以把屋顶掀开看里面的人在干什么。这边是图书馆，里面有很多书哦。然后这是 Museum of Art， 是美术馆，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美术作品。然后这个是什么？游泳池，对不对？ City pool， 就是市立的游泳池哦，各式各样，好多人在里面游泳。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英文。可以
转转。对，这是一个转盘，你来转转看有什么？是游行吗？这是一个办化妆舞会的小朋友的那个的那个游行。这么多人。对，园游会一样的。然后这里的蛋糕店，然后这里面是一个学校，这是 school。学校里面有老师在这边上课，然后老师对，然后 City Hall 这是市政厅，有人在这边结婚呢、哦。这个、不是老师，然后这是健身房，有很多人在里面运动，运动对，追求。好，那我们再看看，它这边有教堂，还有墓地，所以这里几乎什么东西都有。好，这边是科学馆，就是科博馆。好，我们好久没逛。哎、欸，那所以就哎、欸、是结束了吗？还有一个，还有一页，对不对？还有一页。哇，你看这页，哇，这页是什么？这页是什么？哇，这页还可以这样抽开，好，你把它关起来。这是什么 ？Repair shop， 这是一个。他说不行。这是修车厂。他说人不能进去。对，那你把它打开。他说什么？他说这样，这代表是不能开的意思。那你把它打开，你把它打开。可是他说不能开。你开了之后，它就可以打开。对，然后上面有戏，然后就是一些涂鸦，这上面是一些涂鸦。然后这边有好多好多店哦，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店。后面是药局。然后还有火车站，然后银行不行什么，还有一些人的住家，还有不行什么。那怎么有一个 X？ 哦，那个 X 只是固定用的，没有说不行。对，那是固定房子用的。然后后面还有兽医的店，还有剪头发理发厅，还有卖冰淇淋的店。这个是卖冰淇淋的店，这个。哪一个？后面这个，后面这个，后面这个。面哇、这个，对，哦哦哦，然后这里呢是，哦，这个可以这样，嘿，这是有，这是 shoe repair shop，这是修鞋子的，这样就，你看，哎，可以变成，它可以变餐厅，然后他说 one store replaces another， 好，他这是说呢，假如有一些店呢，有一些店它久了之后，对，它就变成别的店了。它过一阵子之后就变成别的店了，因为有些店它会关门，有些会开。然后这里呢，你看这里，它这个转盘，这个转盘是用来干什么的？嗯，不动不动。哦，这是后面的转盘。后面。哦，对，这是后面的转盘。好，所以这个没有。对，然后它就会告诉你有各式各样的。那会怎么办？这个家弄坏呢？就是呢，就是城市里面呢，它是需要都市更新的，所以假如有些旧的房子实在是太旧了，它就要用这个把它给打坏，然后再重新盖新的房子。所以从都市里面总是有很多的建筑工程，也就是为什么需要很多怪手、很多电钻，还有一点点东西都没有弄坏，没错，还是坏的这个门。把这个弄坏什么的，没错。那这一页写什么呢？他是说有一些新的建筑、啊，还有新的办公大楼和学校，总是会一直。哇，这个可以往上，你还再弄一次，你再弄一次给我看。哦，好，拉起来。哦，这是什么？哇，这个好好玩。再弄下来。好，弄下来。好。好，我们本来已经累了。好，那就这样子咯。哇，把它收起来，盖起来。好，谢谢。那我。